哇，老师！就是怕你们太紧张，然后我来给你们就是讲个笑话什么的，让我问一下谁一般的。哇，好开心！现在一定要催眠咱们自己相信啊，深信不疑，说就我就想当一辈子当一个小孩，然后你在这里面再找角度，因为咱们就要在歌里宣扬那种就是咱们就青春好的地方。就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我现在就是现在就一直在想。那你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张丹？就一个是会变得很无聊，然后感觉要承担很多，就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。那肯定是有趣放松，生活的色彩会很多，对对对，让丰富一点，对，就是容易满足，容易满足一点。可能对我来说，我非常坚信这一点，因为起码对我来说，如果我不长大的话，我父母不会变老。这一句话都蛮感人的。对，哎，就是永远停留在这一刻，是吧？那可能就是这是挺幸福的，这就是打一个比较亲情的、有爱的。青春好，主要是青春会消失这件事儿，是残酷的。对，就是我们都知道最后。对，然后年轻人还一直在努力，就是挺悲壮的。对对对，悲壮，悲壮。那我觉得我们好幸运，因为您又是电视，然后又是音乐人。你看看，这可不是吗？要不然巧了吗？这不是。